为了保护地球的十七种好方法，就好像联合国这个班级在开班会的时候，大家希望班上的问题能有效解决，制定了十七项班级公约。就像是人类抓住生命中的最后一根稻草，它是一个全球关系问题，要一起去努力改变的目标。希望在2030年达成，因为如果人类在对这个地球不那么爱惜的话，地球真的会被人类破坏。越来越严重，在世界上有些人可以喝到干净的水，但也有人只能喝脏水。世界上仍然会有许多战争，那些受苦的人们会过着痛苦的生活。海洋中的一些生物吃到那些垃圾可能会导致死亡，那些动物会越来越少，然后子化会非常的严重，让我觉得非常的担心。2030年，台湾这个岛屿到底该怎么办？